来一个去了皮的八爪鱼啊。大鱼。今天报个二级头。双击会有的，关注会有的。有大米。三级头。没墨。十人路过有一人双击，你在这我就站起来了啊。来块酸乌鱼，现场切。大海参露起来。冰镇。视频给他脱膜，冻香蕉脱膜。我天，怎么弄不开呀？你看我的手细碎，这样吃吧，这样吃也好吃。唯一一个没有脱下膜来的。进来的宝宝一定要双击给个关注哦，谢谢。这样也好吃，脱膜不如不脱系列。皮呀、啊，千年老罗，来一个。扭一扭，哎，断，断就断吧。藕片宝吗？嘎嘣脆，还拉丝，藕片拉丝都好吃。给我来个双击。永顺炸鸡，嘎嘣脆，啊！这是我吃过最贵的鱿鱼啊，48一份。洪泽说了，给我拿5元，我给你做一个。确实贵，有点上扬价。一会儿8点直播啊。哥姐们，弄家饭又开吃了，粗粮饭配西红柿炒蛋，还有小鸡炖蘑菇，捞起来。马上直播吃，找个小号直播间，等你们。兄弟们，给我发私信，叫我正常吃饭，就让全村人给我双击的那老铁还在吗？正常撸一个，一口撸。到位。这羊肉肠
老铁们，香辣大鱿驴绝对有食欲，给咱们来一个松剑。嗯，爆个头啊！